你把东西放那儿。行里面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平平安安的度过去。我换个角度跟你说，张家明会说他在哪儿跟你汇报呢？他有可能说是在吃饭的时候，有可能是在上厕所，有可能是在走廊里边。你要知道咱们行很多地方都没有监控，你怎么查？那就是没办法了呗。啊，我现在应该去找郝伟，跟他说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是那种人吗？你要是的话，你还要道歉等到今天呀？如果你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那别人就会认为你是在打击报复你的领导，是在丢领导的脸，丢分行领导的脸。那最坏会有什么结果？这一连串的不良贷款，以至于最后的坏账，会让银行背上沉重的包袱，以至于未来的三年，银行的很多员工薪水会受到影响。你觉得总行会担这个责任吗？至于你，将来你能够留在龙岩行，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。行，谢谢你今天跟我说这些。说话慢走。咋回事啊？情绪不对啊，监控都调走了。出大事了。啥事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你真不知道？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感觉。有病啊。那就辛苦您了。好。林航，那个，您别生气啊。我不生气。您真别生气，要不，我可以跟您解释一下。好。我说我不生气，是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那么说。跟那些人比起来，你还没那么糟。没事了吧？哎，林航，我昨天问过我女儿了，她说她想去探亲。好。零用钱理财，您看一下。零用钱理财。我行推出的零用钱理财，是寄希望于和学校共同联手，为大家制定一个详尽的财务计划，掌握理财技能。咋样了？啥咋样？我说你稿子顺的咋样？这跟咱们宣传手册一模一样。嗯，为什么要再说一遍？不然呢？讲点实际的呀。大哥，你等会上去可别瞎说，你就好好念稿子就行了。加上这台晚会，这就是咱龙源行的业绩，龙源行的社会影响力，回头写在年终报告里多有面子。张家明跟他姑娘来了，还没呢，打电话也不接。不过我让那堆盒子都备着。哎呀，这盒子精真不行啊！要不然你跳个舞？你滚啊！我就是小卡拉蜜，我跳不了舞，要跳你自己跳。大家好，我是联众银行龙源支行的副行长林强。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合，有一些紧张。今天来的目的呢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理财的问题。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交流。那下面我们就开始。不看了，不看他了。
我看到今天来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其实都长得很好看，你们很会穿搭，很会打扮。好，那我问女生一个问题啊，你们平常是不是喜欢买买衣服，买买首饰？爱美之心嘛，人人都有。那男同学呢，可能更喜欢打游戏啊，三五好友一块出去吃一吃喝一喝，很花钱。哎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，在座的男生有谈恋爱的吗？没有。你们不用瞒我啊，我不是校领导啊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们的钱够花吗？呵，年轻真好，不够，如此的理直气壮啊。巧了，我们银行推出了零用钱理财。上头条，你信不信？我刚才上台有什么过分的话吗？刚刚大家都问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等会张爱明跟他闺女一块儿上台，我才知道他闺女是有病的。这等会儿出什么问题，谁负责？哎呀，我看是你们才有病吧。我就是听他谈心谈得好，别想太多了。你能不能别玩火？他是个病人，他等会儿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。我不管啊，你等会儿跟他们说，让他们上不了台啊。我让他堆盒子准备上台了。得堆盒子才不能上去。没关系，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谈，我一会儿就带你回家。林阳，去打一盆水。嗯。我来。不用不用，我来。你要上台？不是，是他学琴的时候。我教练会接送我，有我在的时候吧，他会好一点。那怎么就成这样？我寻思这不是演出吗，想让他漂亮一点，化个妆。来，帮他把脸洗一下。你要不愿意洗，回家洗也行，但是衣服得换下来，还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租的，可能还得赔点钱。我赔。没事，他要是不愿意上台就不上了，那个节目就控制呗。那盒子我太丑了，可千万别上去。林行长，我不知道会弄成这样，这个责任我负。你只用负责好他就行，不用化妆，不用穿演出服，不要做任何他不想干的事儿。不想弹琴也没事儿，一会儿洗完脸，你可以带他去蹭木条看一下。我们租了一架非常好的钢琴。林校长，那就由着他了。对啊，你只用陪着，不要干涉。我那天去你家，听到你弹琴，那首莫扎特的奏鸣曲。是我听过真人里弹的最好的一次。
情况。要是不想谈的话，把手带你回家。要不像小时候一样，爸爸陪着你谈。是你疯了吧？谁又不疯呢？郑帅，郑帅，哎呦，干嘛？别烦我！来，看一眼，你快看一眼，干嘛？你赶紧的，谁发你的？我手机拿过来。这个电话，开玩笑呢。邮箱，你查一下，查一下这个邮箱。这国外的邮箱怎么查啊？哎，你把你电脑拿过来，干嘛？申请一下内网权限。这不都是问虎集团的贷款项目吗？
5年前的这笔贷款，负责人是罗莎呀，你女朋友。你滚！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？你看啊，第一笔放款5年前，嗯，11月21日，问虎集团1.5亿，这俩表一样。然后是1月16日、6月13日，分别是3亿、3亿。然后是第2年的11月21日、11月21日还的第一笔款。一年之内连续放3笔贷款，怎么敢啊？这不写了吗？问虎集团用抵押物评估了20亿，集团授信了10亿。每次提款都是为了开展新的业务，啊，看，收购了渔业公司。啊，那只要这个资产可以被银行视为抵押物，那银行就可以放贷啊。可这个贷款，他要是收不回来呢，银行会怎么办？强制收回贷款，要做到及时止损。理论上是这样，嗯。可他批了之后，发现这个贷款有风险，或许是因为害怕承担坏账的责任，或许是因为某种利益的原因，他反而帮助他们通过了每一次审批，用新款去还旧账，啊，那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。该出手的时候，把这个企业给到新的客户经理手上，那他就算是掉进坑里了呀。那最后不就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？就没人敢提这个事儿啊，只能一直这么下去了。刚谁给你打电话？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，老头。他让我看邮箱。那他什么意思呢？啊？给你发这些东西是想让你出来揭发还是怎么样？咱们这个内部资料跟他发的还是有一些出入的。那就说明问虎集团的贷款有一部分是做了伪装的呀。那我们要是能证明这些做了伪装的贷款它就是问虎集团的，那这个骗局咱们不就掌握了吗？是吧？这是一份拼图啊。想听听我的意见吗？你说。我觉得咱俩应该赶紧睡觉啊，这明摆就是有人想玩你，让你去捅娄子啊。这种连环贷款本来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，他就是想忽悠你啊，过去啪把保险拆了直接干爆，你傻不傻？那咱们现在知道都知道了，就假装没看见啊，不管了。有个实验你知道吧？就是把一个人关在一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面30分钟，房间里面只有一颗会发出电流的按钮，如果这个实验者按下这颗按钮，他就会被电击一次。你猜他会不会按？你要说啥你就说，意思是你别没事找事儿，闲着无聊就去按。更何况那不是单纯电你一下，那是核按钮。睡觉。你是谁？看邮件。你为什么要给我发邮件啊？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你干啥你？我回来取快递，我还以为行里没人了呢。我还以为进小偷了呢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我在这儿拆弹呢。拆弹？啊，这不是一不小心按了一个毁灭世界的按钮吗？得想办法补救补救。哎，那行，那你拿完快递赶紧回去吧。哦，行行。啊。你慢用。哎，谢谢。你尝尝，这个是手工现磨的咖啡。手工现磨咖啡？那这杯子不得镀金啊？说说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监控都拿了好几周了。没结果。不过也好，省得去找像你说那个叫什么？啊，唇语翻译专家。那监察部也没什么消息吧？监察这一块可能需要时间长一些。我就知道。想笑话我就直接说吧。我那是羡慕。你知道郝伟现在干嘛吗？请病假。他可以一直请到退休。不过还要委屈你再做2年的副行长。你要的结果，现在我给你了这个答案。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？没人说过这是个结果。你想要什么结果？原本大家认为这两笔贷款有问题，但是经过审核之后发现没有问题，因为他们有详尽的还款计划，而且是正在进行当中。不管你做过多少风险的评估，对于银行来说，还款是个硬道，钱出得去，进得来。低息进高息出，这就是银行盈利的一个规律。我不这么想。你知道你最让人羡慕的是什么？什么？大家都认为你应该离开联中银行，因为你是一个海军之马。但是陈兴元赏识你，他一直在袒护着你。记住啊，不是保护，是袒护。你很多人都在想说这个林强是一个什么背景？陈兴远逼着郝伟请病假，那是因为他觉得不管调一个什么人到你身边，都很难跟你相处。所以说，与其那样，还不如干脆就把这个支行交给你。别告诉我说你这是走运，我不会信。我跟陈航单独谈话就那么一次，不用跟我说这些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，啊！总喜欢把事情搞得神神秘秘，就像今天我不来问你，你压根儿就没打算跟我说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在下边小支行，那肯定是不用知道的。可是如果你想往上走，你就必须要懂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喝上这杯咖啡的。行啊。哎，问虎集团你知道吧？我们行的高科。当时我跟我师傅闹矛盾，那个贷款就是他们公司的，是他们公司的一个股东收购的一个公司，跟问虎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郝伟那两笔也是属于隐蔽性贷款。你继续说。我之前听过一句话，打个比方啊，我们已知的一切是一个圆，那么圆的外面就是未知。随着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，那么同样未知也越来越多。这个您同意吧？我们再假设这些未知就是隐蔽性贷款，我们只需要把几笔最重要的贷款放在圆中间，按时还款，信用优良，
用隐蔽性贷款去滋养，哪怕这个问题很大，没关系啊。我们只需要盯住原中间，保证他不出问题就可以。其他的可以假装看不到，或者干脆捂住。有没有这种可能？那你这个圆不会很大，因为你张纸就这么大，我们的联众银行也就这么大。你以为有些问题你能看到，别人就看不到吗？需不需要我给你个建议？好啊，您说。如果你的人生目的是盈利的话，那你应该去做生意。如果查明真相是你的人生目的，你应该去做警察。但是现在呢，你在银行，应该努力去做好你的业务。有道理。需不需要再加一杯？嗯，这一杯多贵啊！算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来，两瓶。哎呦，开门，一对尖儿。哎，不行，你石头圈。刚好打你一点，给我圈去。等会儿，快去。爆死！你们这肯定玩脚了，不可能，不哪有那么巧？不是。集团2018年机械设施项目贷款1300万，我上。林强，嗯，领导来了，你睡了吗？哎，领导来看望下属啊。看起来挺干净的嘛，比想象中要好。那刚好我要去下面垃圾桶去捡，去倒垃圾啊。你们先聊。都洗干净了，找个地方挂起来吧。哦，谢谢领导。我待在那儿也不合适啊！你回去，你替我侦查一下。我自己去。你回去。真八卦！干啥？做啥？不知道。我在营业所工作的时候，从来都不叫外卖。那时候我刚离婚，一个人花工资还挺富裕的，就给他们请了个厨子。他们还笑我，说我把银行弄得根本就不像银行，像个幼儿园。说我也不像行长，倒像是个阿姨。外卖很不干净的，这些肉啊、油啊，都不能保证新鲜。哎，你别吃了，以后我给你买几口好锅，你学着做饭吧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买就行。坐下。自己怎么买啊？你又不会做饭。
我陪你一起听，周末的时候再教你做几道菜。领导，我这人特别笨，我也不喜欢做饭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是不好意思做菜啊，还是不好意思见我？你紧张什么呢？坐下。我不紧张。你不能继续窝在这儿了。我觉得龙源挺好的，现在业绩也上来了，我在这儿待着还是挺舒服的。业绩是上来了，但是你们还是垫底。龙源这一带多少年能发展起来？五年、十年？十年以后你还在前台帮老太太填表？你不小了，别再这么幼稚了。林翔现在抓着那两笔账穷追猛打，谁敢提拔他？他是哪条线上的？有后台吗？出了事之后谁会拿自己的前途和信誉担保他？你现在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帮凶。我这人吧，我也没什么野心，就算让我40岁去填表我也愿意，我只要把自己工作做好就行了。您就别替我操这个心了。你现在很危险，你觉得自己年轻还有机会。人在年轻的时候风险最大，不懂事，没有社会基础，你到老的时候怎么改变啊？一切都晚了。我希望今天跟你说的话你能好好听进去，你不要觉得是我说的就心里感到反感，我是真心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说你脑子里每天都在想什么呀？什么都不上心，自己的前途也不关心，就知道打游戏。你喜欢看我穿制服的样子啊？来了来了。没呢没呢，送下去了，他俩不会在楼下。来来来，哟，想你哟，谢谢那个老公，想想老外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？兄弟，这我真不是诚心。你无聊不无聊？我在查账啊，我哪知道他这会儿来啊？再说了，我刚才把电脑都合上了，这，你打开的？你觉得是我打开的吗？哦。哎呀，这你别生气嘛，那这只能说明是你命中注定。这你真坑了你亲家爸。哎呦，我真服了你了。他把你强吻了。你滚。哦，那算算算，不开玩笑。啊，你别生气，你喝口水啊，不开玩笑了。那他来找你说啥呀？他说你就是那两笔贷款不放啊，穷追猛打，这么做风险很大，很多人都会搞你。啊，那比如呢？比如那些莫名其妙东西啊，问虎集团贷款，香港银行对账单，谁发的呢？左一份右一份的，这不明摆着就是在搞你吗？你不是总行领导，你连龙源的一把手你都算不上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？你管这些干嘛？你知道电影里聪明的人都是怎么死的吗？就是你知道太多了。不，那，真巧。
又中了。哎，天天看手机，我还以为我这视力不成了呢。行了吧，咱们三个人就你分数最好。你看，又在看手机吧？你看，变着法骂人是不是？没意思啊。谁约的？到这来撞什么木钟啊？老郝啊，他还是不死心。其实我都跟他说过了，我说你就踏踏实实请半年假，把身体养好了，不行了。他连柜台那些小女孩的奖金都要伸手，你让我怎么帮他？嗯，我跟那小子谈过了，人家不同意啊。怎么着？让我去求他？反正何志老，我是当了。你也知道，我说京津街那支行那儿不缺人，我跟他说了，他不去啊，他不去好，反正他不去我乐意，我开心了。太滑头。嗯，谁滑头啊？你怎么不问问你那个徒弟，非得死咬这事儿不放啊？哪个呀？万虎集团那点事儿啊？别跟我说这些啊，我可不听。反正该帮的忙我已经帮完了。董航呢，现在要求自查，第一件事就是清查谁的屁股不干净，这自己处理啊。哎，走了。谢爽，陈校长您好啊。哦，钱总好。哎，占用一点你们的时间。你不要给我办公室打电话，也不要到总行来，下班以后到我家里，我有事情问你。我是在一线做业务的人，我做了很多年渔业方面的调查研究，你们可不能被林强的一面之词给骗了。韩国的鱼类卖得贵呀，他们国家的渔业市场能和我们一样吗？物产丰富性能和我们一样吗？产业升级完了，这带鱼的价格提高了一倍，那老百姓能答应吗？这都是概念。我还听说总行有人要把这5亿的贷款扩大到8亿。不是听说，是真的。啊，除了目前这两家渔业公司之外，还有4家在和总行沟通呢。8亿是目前的一个考量。你们就把渔业公司这些船当废铁卖了，也不值8亿啊！况且大海它不是运动场，每天有人修剪一下草坪啊，用小车跑跑。一旦遇到这恶劣的天气、海啸、海底地震，这些渔船根本经不起任何风浪。你看看他们的注册资金是多少？8亿的产业升级资金。这不等于是把银行放在火上烤吗？所以说，我做了这个风险报告，里边有10几个远洋渔业不良贷款记录的案例。我是觉得，总行应该了解得更全面一点。就这几天弄这么一大堆材料，啊，不容易。那些渔业公司贷款失败和产业升级并没有直接关系，你的说服力不足啊。产业升级是国家对银行的要求，每个行业的高科技产业升级，我们银行都责无旁贷。反对啊？那你得有更好的理由。这些案例都是真的，我拿我自己的职业信誉保证。你的信誉有点破绽。陈校长，你别不管了。陈校长，
陈行长，那我叫总行了，金融监管部门。这个钱但凡出了一点问题，我可不担责任。我向你们汇报过，你们都不表态。陈行长，总行的几个部门我可都递了。不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你们的套路，我出过力。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不能。我给你提个建议啊，有的时候沉默是金，懂吗？你帮过别人的忙，别人都记着呢。那你不能总提起来呀、啊，说多了就成添乱了。决定就为之身前往黎明，将军天窗。